一次也选了很多次，嗯，对不对？上面这个是指方国、都邑、都市，底下这个比呢是指粮仓，粮仓都是在郊外、郊区，所以不是回。回是指漩涡，水里面的漩涡，啊，所以它跟回是没关系的，但是写错。对啊，这应该是不对的哈。这个宫的下方很空白很多，所以我们故意把这个水啊，江的水写得很奔放，站到右边来，啊，这样对我们写这个宫会有帮助。那底下呢，这个江可以写弯曲一点，跟上面做区别。江跟流的水啊，让它造型都有一点变化。甲骨文会增加这个，代表那个石头山崖峭壁的厚度，现在变成了一个悬崖跟峭壁，实际上甲骨的意思比较有一些江流石不转，哇，这个洞是不是？好，你这边把它车轮呢，把它写成两个。
这次选用的是有天地，可是没有左右的这个边，想要描述，它有一点点像印刷里面啊的出血，就是说我不要有边来框我。这个鱼呢，老师加了这个古代的这种货币，那贝壳是有两片的啊，两片的尖的部分老师把它增加了。再帮我压着，谢谢。之前你有注意到老师在写的时候，都会尽量把这些材料啊，规范成3:2，宽度大概类似，不会像你之前表达的，有些就很窄，有些就很宽，并不会这样子，就是希望材料呢是，无论甲骨文、经文或者是竹简，你要转换成小篆的时候，都要把它统合。这样不会说这个字也许就窄一点，不会，或山就窄一点，并不会，它宽度是一样的。这是统合的一种学习，就是材料归你用，但最后它需要整体性的。我这个字不是用小篆，我这个字是用一山碑，还有那个唐代的那个李阳冰他们的小篆的写法，它更多于来自于甲骨文呢，因为这个感觉。这个也不是小篆。对，我加的那个经文，这样，但是要把它小篆化，就是对称。所以小篆化的就是要对称，就可以变成小篆。对称，然后理性。理性。比方说宽度类似，高度类似，它就是一个理性。我意思是说，你要写成什么，没有人去干涉你，可是你要让它符合那个体系，这样。你要把它全部转化为小篆也可以，可是你要符合那个体系。或者是说你要把它写成经文也可以，你要符合那个体系。你不可以说这个经文那个小篆然后凑在一起。乱七八糟，不成体系，这样不可以。不能用综合的，很难啊！你要写，你要协调的好，除非你有很强烈的那个文字学的功底，要不然你很难说你写的，人家会觉得就是觉得很和谐，不太这种功力实在是不容易达成。比较容易一盘散。对。小篆这个天，你看它用这个写法，然后《说文》的《广义》里面，它把这个天把它拉出去，口写小小的，它的目的就是说，它不是意思是说像我们的口要像天那么大吗？那它脚当然要跨开，可是小篆，《说文解字》是脚放在里面，这个两个写法不一样，那它跟五呢就有点相似。如果你要把它分开也可以，就是让它不一样。那我现在决定把它分开，让它跟这个两个不一样。就是我们在写的时候可以作为的一个思考。所以材料就是材料。你有没有办法去
写的时候把它这个材料统合成你的系统就可以了。我们刚刚原始的写法并不是这样。这样子，这样就是所有的字形大概都有个规律，都会处在一个基本的规律里面，像大小啊差不多，这样签名都签着。好，就换你们写了。